左右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分袂过节就。老师好，你这首歌唱得很好哎，谢谢老师。你真的很浪溜人的人，对不对？看起来就是很浪溜人这样子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你的感觉，啊、然后就你唱起来就很合理。然后这首歌我就觉得，哎呦，录来录五 B， 录穷录五 B， 尤其高音的部分，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咬字的问题，你哪当个咖喱？哦，够较清楚的分数足悬的，所以你只差几个字的咬字而已，所以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加油！好，我们请国浩老师为我们做讲评。硬环哈、啊，老师好，老师好，这歌真选的真好哈、啊，因为你就适合唱这种萧萧啊，歇斯底里哈、啊，有点无正经啊，无神经啊，哦，完全都符合你，所以你看他前面很低的，好像在吟唱。突然就压起来给他攻，那完全就你啊，对，所以选歌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的，就你的音乐的那个 sense 很好，所以你选到的歌都很符合你的条件，更何况你唱歌的方式就会把所有别人的歌变成你的歌，哇，那个就具有创作者的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天分很棒，但唯独就刚刚老师讲的，因为这个。茄子蛋的台语歌是写得非常地道的，它很少有倒音，所以你如果把它的歌词完全就是唱得很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台语歌，不会像一些其他的国语创作人写的台语歌那样比较像国语歌方式的台语歌，所以你把词练好，这有助于你的语文的能力，好吗？加油！好，谢谢老师。